谢谢你的爱心，让我有机会生小孩，感激你，祝你身体健康。既然的病人要我跟你，谢谢你的爱心，让我有机会生小孩，感激你，祝你身体健康。这是他的手了，好，给你看一下。那我把原封不动的交给你，这里99张1000元的，你再算一下，如果有少的话要跟我讲哈。那他还是要我注意你的，后续取卵后有没有不舒服，要我追踪，他会负责所有的医疗费用哦。那谢谢你。好，那这一阵子时间来你辛苦了哈。那这是99张1000元大钞哈，谢谢，他写的。好，今天取卵48颗了哦，所以对方45颗，45颗。可是实验室刚才跟我讲48，没关系，45、48。对方要怀孕哦，可能可以生一打棒球队9个人都没问题哈。祝，谢谢你了，谢谢，好，感恩，感恩，好。